现在就开往战区，你确定要过去吗？很接近了，在前面的峡谷里应该会有一个绿洲。别再浪费时间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继续开吧，拜托。反正你不行。 有点蹊跷，那个只是民兵而已。你是不是告诉别人了？他们出手比你大方。你这个混蛋！我……这一次他们不敢攻击我们的，快带我们离开这里！ 等一下，爸爸的研究里有提到这个。先知的古墓据说藏匿在某座失落之城上方的峭壁间，传说先知被埋葬在某个绿洲。宗教图腾，细致且镶嵌了宝石，看起来像是10世纪的拜占庭风格，与先知传说的时间点相符。这真的是那个地方吗？ 是某种记号，可是我没有办法解读。但这个字，先知，就是这个。爸爸是对的。 这些是君士坦丁堡先知的神迹，他遭到圣三一教派所杀害。他
在这里出现，施展神机来治愈民众。爸爸的笔记有提到这个。这是某种标记文件，是一份拜占庭的手稿，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解读它。是那个先知，正在与异国军队谈话，他说服他们放下武器。带领追随者穿越沙漠，抵达绿洲。还是找不到他的踪影，我们认为他能活下来。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汤姆肯定想在日落前到达古墓。他们也在找这个古墓，一定要比他们先找到。我的希腊语有点生疏了。但这些线索似乎指向某个被藏起来的东西，就在附近。我会把地点记录下来。有个秘密通道，真壮观！要是爸爸能看到这个的话。圣三一教派持续追捕着先知以及他的信徒，最后圣三一终于在隐秘的绿洲追上了他们。有个通
通道。可恶，搞什么？这里曾有一场战斗，武装士兵对抗宗教朝圣者，圣三一教派。先知遭到圣三一教派所杀害，我的孩子，圣三一教派收到消息，先知的信众正在贝洛伊外的某个绿洲建造一座巨大的坟墓。但还有一件更糟的事，我们本来以为那是为先知所建造的坟墓，但圣三一已接获他还活着的消息。我们知道他每天都在向当地人传播异端邪说，并用他战胜死亡的虚假故事吸引更多的信徒。他是个满口谎言的异端教徒，竟敢把只有神才能展现的奇迹挂在嘴边。你当初曾发誓他已经死去，你是否辜负了我们的期望？该死，太惊险了。应该有办法可以松开那个旧平台。希望有用。
真是惊人。要想办法到更高的地方，也许可以让水位上升。大人，您口中说的是不可能的事，我可是亲手用长矛刺穿了先知的心脏，并亲眼看着他死去，一定是他的残党找来了另一个人，让他穿上死去先知的长袍，并将他的谎言承继下去。他们是一群士气低落、名声扫地且遭到放逐的家伙，我们会朝南出发，并将先知剩下的残党成为剑下亡魂，但我向您发誓，先知真的已经死了。进来了，大人，我正率领着一支忠贞不移、整装待发的军队，而且我有个好消息，我们找到了先知墓室。途中，我们受到一群穿戴着先知祭服的狂徒攻击，但他们没两下就被击溃了。我们可以放走一人，并跟踪他来到了绿洲。不论是先知逃过一劫，还是另有其人，都已经无关紧要了。我们将会让所有人葬身在墓室当中，并让此处成为名副其实的坟墓。
大人，先知的最后一群信徒全都聚守在墓室里头，我们在入口扎营，准备破门而入。我在闸门后方看见了宣称自己是先知的那个人，我不得不承认，那家伙和先知还真的十分神似，但先知不可能还活着。无所谓了，日出之前他们就会全数阵亡，圣三一教派将会在此终结他的异端邪说。要让水位上升才行。要是我能抓住那根横梁的话，you
要是我能抓住那根横梁的话。设置炸药，先知之墓终于让我找到了古文物，我想就在里面。开它，小心点，这东西可能会有危险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你是聪明的女人，我猜你自己早就知道了。圣三一，古文物到底在哪？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少跟我玩把戏，将我们引导到这的就是你。听着，我到的时候里面就是空的，没有遗体，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件古文物。
人呢？罗拉，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。我，你找到先知之墓了？有，但我被跟踪了。什么？是谁？他们自称为圣三一，而且还想杀我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可不要吓我啊！墓穴是空的，我想他们在找神圣之源。就是你父亲在找的古文物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在墓穴中发现这个符号，我曾经看过这个东西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然后我突然想到了，我曾在爸爸的一本书里看过它。仔细听好了，失落的基特城据说在12世纪时突然消失于西伯利亚。传说这座城是在蒙古大军入侵的前夕沉到了某个湖泊的下方。这跟先知的古文物有关吗？是一样的符号。罗拉，这如果神圣之源位于基特城遗迹的某处，那我一定要过去把它给找出来。到西伯利亚？你开玩笑吧？仔细想想，要是这个它能够解开长生不死的秘密，那就可以改变一切，不论疾病、痛苦、死亡都没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约拿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世上还有许多神秘力量，传说可能是真的。我才不管那是不是真的，我失去太多朋友了，我不想连你都失去。爸爸从没发现基特城的关联性，他牺牲一切就为了真相。那也包括了你，你父亲完全是自作自受，别再自责了。我不能背弃他的愿望，我剩下的只有这件事了。才不是那样，如果你可以先稍微冷静一下，你就知道我没错。可恶！我们该怎么办？这都是我的错，约拿。如果神圣之源是真的，我们得比他们先找到。只能去西伯利亚了。找我，我得自己完成这件事。得快点找到避难处。